条新的武术路子。好，可是我现在先要雪耻，我要先把山本刚夫打倒。好吧，我去给你订做一个铁的木人座。欢迎我吗？太野蛮了，看来上次没有好好教训你，是不是不舒服？哎，李小龙，你简直是个无赖！我没有打算来偷看你练功，我只是来下战书。你没这个资格。我有啊。你要通过正规的武术机构，我不想打死你，惹出法律上的麻烦。那按照武术上的行规不就行了吗？你欠揍！我就等着你说出这句话。来吧，
王怎么不在？那他会去哪儿呢？他会不会去学校上课呢？不，我刚才去学校找过了，他不在那儿。糟了，肯定他又去找山本刚夫了。Thank you.